今天是带孩子回娘家的第三天了。妈，你真不够意思，你叫我们回来吃樱桃来，结果现在树上一个樱桃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些樱桃核了。要你早点回来吃，你们不回来，真的樱桃都熟过了。我们那里的樱桃这两天正成熟了，你们这里的樱桃都熟过了。昨晚下了一整晚的雨，山里有泥水，所以我爸和我婆也没有上山去干活。今天是你履行承诺的一个好时间。对，这次过来呢，啥东西也没带，说好的带着爸妈还有奶奶一起去，城里面挑点他们喜欢的东西买。今天咱们就走吧。我妈把饭都快做好了，吃完饭再走。行。味道怎么样？非常好吃，丈母娘做的面可以是天下第一好吃啊！你嘴巴抹蜜了，这么会说。我们家是陕南，也是属于南方嘛，平时就是吃米饭的，面条的话就是吃挂面比较多。这次你来了，我妈一大清早专门给你擀了一碗手擀面。我爸今天把自己打扮得很帅，换了一身新衣服，还穿上了他最喜欢的红鞋。出发了。咱们家大大小小六个人坐不下吧？不是，刚好袁姐去县上了，让她捎一个就行了。到县城了，看看女婿要给我们家里买些什么。多久才回来一次？大大方方的嘛，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。爸妈，不，你们有啥想买的吧？家里最近需要啥？需要啥？先看吧。先走先看。边走边看哦。好。我知道爸需要啥。爸，这里有卖烟的，去给你看两瓶烟去。不要，坐。爸，你看一下，你平时抽啥烟？你喜欢抽啥烟？我看看，拉两条烟啊，看啥再说。给我岳父推荐一下。那他抽啥烟的嘛哟？你平时抽哪抽啥烟？没事，慢慢看，不着急。爸，你看这多。爸有点不好意思，他以为我只是拍视频记录一下而已，他不好意思拿，我直接给他拿算了。好的，来个亲朋好友，你可以招待。一般的，你平时也能抽。弄个110、120，我拿两条。没事，爸，买了你慢慢抽吧。没事，你来，我给你买的，我不要。我爸走了，他说他不要。不要。买别的东西啊，爸不一定喜欢，但是这个他平时，也能用得到。但是今天有点失策，就这个应该提前给他买好的，当面带他来买，他还有点不好意思要。我们县城的风景蛮漂亮的。是呀，生态环境还是蛮不错的。我妈想买这个泡艾馍吃，有朋友认识这个或者吃过的吗？来尝一下，这是我们这的特产。这是啥？泡。嗯，我们这叫泡。这直接吃吗？对，等于说是一种水果。野草莓。咋样？野草莓。有点像草莓的味道啊。嗯，它又名野草莓。好像没有草莓好吃。它就是一种酸酸甜甜的味道。我爸在看这个枇杷。这好像只有南方有这个水果。上面不新鲜，没有下面新鲜。那个，把新鲜的放在下面去了。你不是没炒？啊？不是哪没炒？我都没法买。我知道，你看这下面的新鲜一点。没怎么吃过枇杷。看着不错哦。嗯，还蛮好吃的，蛮甜的。刚刚在县城转了一大圈，也没买啥，就买了一点吃的。现在带我妈和我婆来这个衣服商城里面看看衣服，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衣服，挑一下。我穿这个咋样？好看不好看？是这个。我妈被你夸的都合不拢嘴了，笑着。给婆仔看上一套。婆，你喜欢吧？喜欢的吧，这个买了。给我拿去买单去。好。改天衣服多了，还买衣服呀？给你多买几个，夏天换洗嘛。我记得我奶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，经常带我去衣服店里买衣服。现在换我给你买了。今天来逛了一大圈。给每个人都买了东西，不算特别好，也不算特别贵，但是他们都挺喜欢的。大家觉得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